祥全又爆料于谦喊累，却还一直滑手机，翻摄自于祥全脸书娱乐一道内综合报道，于祥全病出包，常让父母于谦李亚平出面替他擦屁股。不过于祥全病竟是两人而死，还是经常不给两老留情面。今天中午于祥全又急急调砍了爱他的父母。话说于天李亚平朱楚包容于祥全，他只要逮到机会仍会卸二老的底。瞧于天跟于祥全嚷嚷好累，于祥全趁机分老爸那么累了还一直手游，真是天哥。他加码爆料母亲李亚平又很爱聊天，反射自于祥全脸书。至于李亚平，在于祥全眼中也没好到哪里去，我妈就是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，暗酸李亚平很爱讲话。